迎接旅客的各位请注意，由北京飞来还是高铁快？1247次。老师您好，你有看到那个认识邓先生跟陈先生吗？我不认识。我不，我不想认识。不认识啊？不认识。陆女士你认识吗？陆啊，我看你有点像，但性别不太对得上。家里可能没有你的饭吃。今天你这好久不见就开始搞事儿啊？啊，咱俩撞鞋了，你看。是啊，多有默契。对啊，但你能把这擦了吗？我，哎，你擦一下吧。一点都不尊重。行行，陆，先接到陆哥了。好，先接到陆哥了。可以，这是你的家乡啊。啊，今天东道主。可以。还挺冷的。冷着呢，-20多度，今天应该-23。哇，23度，他们还没到啊？不到，你是坐车来的是吧？对，我坐高铁。高铁加汽车。哎，这不到了吗？嗨，哎呀，欢迎回家，欢迎来到东北齐齐哈尔。哎，我接三个人怎么？你这不对了呀？哎，范老师来了，你这没有名啊？你这今天你就这不对呀、啊？范志毅，中国职业足球运动员，足球教练员。原中国国家足球队队长，是中国第一位获得亚洲足球先生称号的运动员。范老师来了，你这没有名啊？你这今天你就这不对呀、啊？你完了！我不知道范老师来啊。他们说上你家，我来了。我让我妈多烧两个菜。哎呦，范大将军，范老师是谁带来的？我请，我请。今天晚上跟那个范哥在一起吃饭。然后呢，我跟范哥讲了，我们这个节目呢，非常非常的开心，非常快乐，也是非常的很舒服啊，一点都不累，完全不累，啊，他说也看过我们这节目，觉得还可以啊，挺好玩的。然后今天晚上答应我说，要一起去我们这个节目，你不会反悔吧？我不会反悔，但千万拉钩。不，我觉得有点害怕，你别玩我。不会玩你的，而很开心。你玩的让我明白一点，别到时候玩的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冰天雪地的。那不管了，反正大家看啊，就这个啊。我确定了、啊，不去会找你的、啊，我会发出去的。这个我会发的。我去，我肯定去。啊、好，我说好的。嗯，放心，很舒服的，很快乐，很快乐的节目。我他妈有点害怕。走吧，朋友们。哦。哇、哦。哦，哇，这太冷了，这太冷了吧！感觉跟崇礼比哪冷？这儿冷，这儿从说实话从那一出来就越来越冷。哎，但是我觉得其实感觉比想象中的要暖和一点啊。就是哥话也不能说太早，是吗？那个我给大家准备的车，大家看一眼。哇，最好的车，真假的？从内蒙古调过来的。真的假的？ Warning！ 我的天！这多热情啊！不，等一下，四火，这是故意的。不，做这个敞篷啊？对。不，这做完不中风吗？这你诚心的吧？没有，我还调专职司机，司机老师。哎呀！哥哥们好，大哥们，欢迎来到东北。哎呀，就你开过多少人司机啊？一年多。你好，范大哥。老舅，你好，老舅，范大哥，你别管我叫老舅。老舅，等一下，我现在眼泪都已经出来了，感动了是吗？真的要敞篷过去吗？不，我们正坐这车，来吧，到东北一把咱就得整透嘛。但是啊，咱是不是到海边再敞个篷啊？确定齐齐哈尔-20度开敞篷车？哥，我活了快30年，我也没有在冬天坐过这种车。来吧。哎呦喂！哎呦，这小风儿。哦。我都不忍心回头看范老师。哎呦，
姐，我跟你说，陈浩，我跟你说，我能给你记着了啊！你把我忽悠上这儿来了。我跟范大哥讲的是，我带他来体验一次我们这节目的这种愉快、温馨和那种真正的旅行式的节目，很舒服的，很快乐，很快乐的节目。我很快乐，快乐就好，快乐。哥哥们，那咱出发，路程大概有35公里。35公里？去哪儿？福建啊？不去我家呀，我家在下面的区。35公里。超哥的眼睛要杀人了，快快快开车，走，就快跑，走嘞，安全驾驶啊，来感受一下吧。太快了，这节目组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太冷了。哇，太冷了，都还没有起诉呢，这关键这才5码吧。哇，这哇，这什么这我啊哇哇，这啥呀，这太冷了吧，把你们的衣服给我们。我哦，这脸呱呱疼了。哇哦，我走，不要太快。讨论一下，你为什么？哎呦，这个快感，哎呀，就咱俩冷，咱俩也不能说冷啊。呀，必须的，咬牙也得挺住啊。这本来就不冷啊，一点也不冷啊，很暖和嘛。好几年没回看那小麻雀在外边飞的多快乐。哎呦。实在不行的话，老师你上大棚里闹。说啥啥都听不到。范老师说啥都听不到，耳朵那风呼呼的。啊，现在反正已经没感觉了。你看，没有一辆车不看咱们的。这是什么造型啊？这闹笑话闹大了，这多拉风啊！太拉风了，能看到我们这六个彪子，六个彪子，而且再定睛一看，车上坐着范志毅老师，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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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啥玩意儿？这是咋的了？想不开了吗？后面的车离咱是越来越远。是吧？他们该不会要回机场买票了吧？太冷了，这是为什么？什么局面？我不行，我手不行了。不是，我脸不行了，脸不行，脸。哎，为什么我们每一季开始都这么的囧啊？怎么能想出这么损的招啊？就在古代，就是用啊，就差扔东西了。虐待人的程度直线上升啊！我们做错了什么？我不行了，太猛了，太坏了。你知道我这边是前面左侧前方、右侧前方、左右加后方旋转龙卷风，像脱光了放在过山车上的感觉。哇，脸好冻啊！太冷了，你开慢一点啊！哥，现在就30。35公里，那现在35的速度再开一个小时。哇，这太冷了，但是我觉得以咱那个速度咱真的到不了了。哎，要不咱来个脆的。啥？超过他们，咱定位一下，直接最高时速飙到那儿怎么样？咱长痛不如短痛。那可能我们到终点就心跳监测少2个。哇，哎，看看范老师，嗨，范老师应该很后悔啊，还可以吗？现在还能甩一甩，一会儿胳膊都抬不起来了，最后是中风啊。哎，不说了。你说我要现在提点速，范老师能受得了？没事，超超超超，急了，走，哎呦，速度起来了，哇，呀，哇，哦，
疯了。哎呀，帽子湿掉了，帽子。哎呀，哇，不要开快。不、苦一会儿，咱一会儿吃绵绵他准备的大餐。他跟我说这走地鸡满地都是。你这吹，你怎么还记着走地鸡、啊？不是，这吹什么牛呢？什么鸡能在这路上跑啊？都结冰了。我们东北讲究排面，朋友来了，感受一下东北乡村冬天的美。讨论一下你为什么不快乐，是不是被东北的大风吹？